5月6日，张钧甯现身首都机场，他扎着马尾辫，素颜现身超朴素，身穿一件蓝色休闲风衣，内搭白色绿边的休闲 T 恤，下身搭配牛仔裤，戴着眼镜忙赶路。见到现场的粉丝后，他也大方展露笑颜，尽显干净清爽的女神气质。据了解，他此行是由北京飞往青岛参加某活动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有粉丝留言道：“啥时去北京的？我以为一直在青岛。”我们也都不知道呀，很厉害，会遁地。还有网友留言道：“这发光的额头和露出一半的小脸真可爱，俏皮的马尾辫，隔着口罩都能感受到的笑容。”作为娱乐圈的正能量女神，张钧甯一向低调而且质朴，也鲜少有绯闻，在网友眼中是高知优雅女性的代表，期待女神给大家带来更多正能量哦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